京剧的方式在叫人呢、欸。我们去。热场热到真的要好热，热到不行。我们真的是很棒的主持人、欸、真的是很棒的主持人，很棒的舞台推荐人，真的是。奇猛了，看见周深在做俯卧撑。在舞台2023第六期节目花絮当中，周深在节目中和 Ever 打赌是否听过这首歌曲，输的人就要做5个俯卧撑。周深马上去确认，被告知有，周深输了，最后干净利落的做了5个俯卧撑，轻轻松松完成。然后深米就看了一天深深做俯卧撑，微博看完，抖音看，真的是笑死了。你们在创造营听过这个歌吗？没有吧？我记得，我记得好像没有。哎，Are you sure？ 我等一下 sure 一下，但我觉得应该是没有。You wanna bet？ Bet bet 赌什么？5天五个，可以可以，我去确认。视频就提到的由央视总台打造的2023太湖美音乐会，随后央广网、央视新闻、光明网、人民网等都纷纷报道了这个好消息。据悉，音乐会以太湖美为主题，邀请国家级文艺院团和深受大众喜爱的文艺工作者，全景式呈现无锡崭新形象。而音乐会总导演张继在采访中透露，音乐会邀请到了周深对太湖美进行全新演绎。要知道，太湖美是江苏省无锡市之歌，创作于1978年，结合音乐会的主题和目标，几乎可以肯定这首歌曲也将会是音乐会的主旋律和主题。这也意味着这首歌在这场央视总台打造的音乐会上，周深要么是第一个演唱，要么就是最后压轴演唱。根据以往央视晚会的安排来看，极大可能是最后压轴演唱。据悉，这场音乐会将在9月中旬在综合频道、综艺频道和央视频同步播出，这也意味着周深的城市歌曲又增加了一首无锡市歌《太湖美》。据介绍，这一次的演唱将是水面舞台结合声光电的形式，采用实景演出加虚拟呈现的形式，以舞帝的形象呈现。9月2号，建立在荡口古镇花笑池内的主舞台已经搭建完毕，目前正在紧张的彩排录制当中。也就是说，在央视中秋晚会之前，周深还有一个央视舞台，大家期待吗？歌曲起风了，转眼已经3周年了。恰在这时，新华社点名了周深这首歌曲。新华社发了条微博说，2023年暑期，我们见证了赛场上的逐梦拼搏，危机关头的责任担当善良，遇到善良的奉献与感恩。伴随周深的起风了，一起与夏天挥手告别，再次起航。
周深的音乐作品在媒体和专业人士中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和认可，媒体的报道和评价对于推广他的知名度和声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专业人士的认可也进一步增加了他在音乐界的影响力和地位。他通过持续不断的努力和对音乐的热爱，打破了年龄和圈层的限制，赢得了观众和业内人士的认可。希望周深可以在今后给我们带来更多好听的歌曲。要锁定舞台2023，哦那，那么在哪里锁定呢？腾讯视频哟。那怎么观看舞台2023才最精彩呢？哈，其实不是很清楚，不如你来解释吧。那当然就是喝着。他们帮你砸钱，砸钱，砸钱，不是恁个的。砸钱是什么？就是怎么解释？就是、我是你的团队，我在后面支持你，我给你撑、啊、撑着，我给你撑腰。哎，对对对对。哦。Amber 说一个砸钱，砸钱。啊，你好可爱，讲这个。砸钱，砸钱。哎呀，你们不要再说了。宝宝，你这么说有点。你们啊什么又不是喊你们路过来瞧一瞧现在就开始腰背起来了对啊因为一个专辑对歌手来说真的很重要很重要在我印象当中我已经完成过很多次了比如在舞台2023就完成过了到时候舞台2023前不会真的以为在这里我有个认真的唱跳吧不是这个意思啊你自己来品一品我是懒人士我就是我会有个粗定的计划但是我会根据当天的状态去决定要不要打破这个计划我觉得我自己的旅游就是要以舒服放松为主不要像是像上班一样我会有点累对对对但是也我很佩服那种就是每个地方都可以准点完成所有任务的人到现在还在忘记了我是个人这回事吗我是人啊怎么能这样不好吧我里面很多东西都是我的睡醒的就我有一天我就睡醒我很困我觉得哇有个好好听的旋律我录完然后我去听那个录音声我现在想我都在干什么但里面真的还有一两条我觉得还不错的我希望我努力吧如果有我喜欢的我就把它做出来对但是得过我自己心里这关这绝对不是官方的话能够有机会去唱歌有机会去表达我觉得这个很幸福的事情有点点悲观不知道还有多少但是至少去做好自己现在还有的每一个看到你们就亮晶晶啊被他们激发的毕竟他们在我的评论区都一直